看到无？拢已经飙车，你搁还袂去分享点个搁按赞吗？紧去啦，甲小铃铛开开，知无？啊，我紧去，搁在遐翕。阮大个拢讲话啊，搁唔紧去。哦，这个人这所在真侪这种历史暗街嘞，你来看卖啊嘞。哦，这山，哦，山站老远嘞，还有庙。哦，我以为这是后壁门，结果这拢是头前嘞。啊，这个古厝，哇！嗯，初住来对家人开始有无同款的想法？这个是天外有天的。这拢是古厝的几条路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初次我来坐巴士吼，来恁家人佚佗。吓啊！啊，我都我爱欣赏这种啊巷啊内底个巷啊。哦，啊你我你算在地人哦。对啊，我算我家人人啊。哦。啊，都特定来遮呢画图。我就四界去，啊看啊，搭一条巷啊袂歹啊，开就遐画图。哦。画落来安尼。透过你的眼光看这条。巷啊，小巷内底嘛，煞无相共的吼。是啊，其实无袂歹啦吼。对哇，这乌托巴，哦，乌托巴真正真多。我当作这是后壁巷啊，结果正嘛有古厝，啊后壁有一间宫，啊而且是踮这厝边顶吼。是，我着只开一个间迄画室啊。哦。我工作室伫遮。啊，用工作室就是咧做这种的。嘛是咧教学生啊，啊嘛有家己画图啊，哎，有位遮行出，哦，你靠海港迄边，哦，遮我都买真多呢，来去遮，哦，啊好，谢谢，好位置咧，位置，哦。好啦，我遮到你工作室，是，啊我开一下灯。是啊，想袂到你当作是看来是三楼安尼，类似古董店的啊。哪有？哇！哎呀，就爱买啊！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哇，这，这类似的，人咧拍迄落，迄落结婚的相片，淡仔淡仔坐咧安尼。差不多。你这，真正爱当来点一杯红酒啦，哦。时间到，时间到，应该是会使啊。是，这就是拢家人饲，我感觉较重要的一挂古迹，还是一挂厝，我感觉未来。这我刚带头看到，我一路车边啊，头边啊，海港大楼啦吼。哎呦，啊你边啊迄八度的？这哦，这是一个地图啊，这你画吗？我画，地图其实这所在真注意啦。哦，你这是七度啊，但是七度。应该是咧遮头前这个所在，遮靠我山边，哦，啊，这个头前遮有一个，这不是水沟啊，这是圳沟，这清朝时阵的圳沟，哦，啊，主要是中这有一个明德山庄，啊，这内面故事足侪啦，足侪历史的啊，即下为清朝会再讲到即嘛，嘿，嘿，无无所在，嘿，无安尼我带你过去看好啊。真的哦、喔，系啊，因为我细汉就住遮。哇，那还要呛死啦！嘿，水水。这坐公车会当到呀？会到，会到。哦，车房较少啊。车房较少。哎，对。哦，我内面就住无啊，真期待啊咯。
啊，这样坐多久？台湾坐二十分钟。哦，二十分钟。哎。哦，哇，你我幸运啊，让你二十分钟会当坐啊，实在恁家人诶。对啊，家人过过过七八度。八度。八度，七度，六度，五度。较早是只老师咧带，老师咧宿舍啦。啊，伊咧较，伊就拄仔好伫只高中后壁。嘿。啊，但是咱咧为遮食。啊，咱是说为遮。在后咧后一代。嗯。咱是说为遮过夜了。哦。但安尼行会得到啊。对。即马这就是那个入口的所在。哦，这入口。是。啊，你看这边啊，这狗啊。那阵高啊，因为我去查过资料，这清朝时阵就有。清朝时代就有啊。清朝时代就有啊。哦。顶冠过一个皮啊。啊，你讲你较早就是有一只大龟哦。我细汉就只大汉的，我冠古啦。细汉时米烧炊，七河。是。哦。啊，只掠迄个，就做迄虫啊，掠来耍啊。哦。伊这砖啊，摆着阁有这个艺术艺术吼，我安尼塌塌，啊阁拢袂倒嘞。毕竟咱拢唔敢去白云内面，确实有只狗仔在做歹。我做，所以家叫家了。哦，所以你们看伊安尼厝安尼，其实内底有一挂故事呢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你讲只拢总安尼得几户？要七十吧，七十，哎，这有人住，哦，嗯，啊，这内底就是咧欠水的哦，对，哦，啊，伊这有一个迄个自来水顶的迄个财产，迄个牌啊，哦，顶的迄个这边，食的、啉的，哎，拢来这食，煮的、要洗身躯的嘛是哦，洗身躯就去迄个公共啊，哦，公共的，哎。所以内底的机能就足简单嘞，足简单嘞，足简单嘞。啊，是尾啊，才慢慢啊开始有人家己搁加开、加起迄个灶卡出来，还是房间起出来安尼。所以是安尼增加就对啦。嘿，而且这你即马行的这一坎一坎，这坎啊吼，伊无讲足悬嘞，对不？但是伊足深嘞，这是日本时代的一种做法。你若讲迄个查某囡仔穿和服的，哦，啊，伊只脚也袂宽，对不对？大袂宽，吼，对安尼行拄好。啊，这较早拢大人啊，这拢有大人，对，哦，起码拢搬来，啊，这就是迄个食堂嘛，哦，食饭的所在，食饭的所在，煮食就是拢一只，是，啊，说你吼，嘿，我拢叫这。七度的迄个吴哥窟，哎，即马美术变作树啊的中生活的所在吼。对啊，迄树啊的厝嘛，嗯，对无，迄厝顶拢树啊。树啊厝嘛是袂歹。对啊，你看那边的灶坑，哦，较早就只煮食。真正无法度想讲，这安尼会当煮遐尼侪户，七十户，嘿，厉害。啊，有这边行，咱搁通恁厝遐。会使，只要一个。楼梯也是落去。这较早变数。哦。嗯。是这边哦。对，这位最常就来遮佚佗。啊，但是你这四界走，四界走，就一个所在袂使去。啊？你看，这有一丛足大丛的树啊，无？嘿。迄树啊，下骹。有一个所在，迄是囡仔拢袂使去的所在。真的哦、喔，啊，咱今麦当去。咱今麦会使去，我会使找你去看。真的啊，啊，今麦当看到什么物件？有一个厚土碑。哎呦，伊写厚土嘛。嘿，其实厚土就是土地公吗？土地公。好、哦，啊是土地的神。嘿，古典内面拢记载。嘿，当年的迄个清明节时阵。嘿。拢会有一个神仙，伊来遮清清清的整理了后，
就开始烧纸、烧香、拜，来遮拜。去年好运，有拄到伊，我就甲问讲，啊，你是安怎，逐年拢会来？伊就讲，因祖先传来交代讲，一定要来整理，要来拜清明的时阵，会来拜。我就好奇啊，讲啊，你的祖先是倒位来，当时过来，伊就讲因清朝时阵，啊，有一个是妈妈，妈妈带六个囡仔，六个拢十波的，六个拢十波的，为福建那边坐船啊过来，第三个迄买这個土地了，就第一家采一个厚土碑。采在遮，类似一个迄种，就算讲引导的土地啊，类似代志啊，个迄种怀念祖先吼。是，我就讲，我就问讲啊，你啊，迄个梦里底，伊就甲我比一遍。哎，啊，咱有机会去找看卖。咱稍等下，我会再找你去啊。哦，好动，好动。哦，你讲的袂错吗？对。哎呦，啊，来遮看。哎，伊迄个啊，因清溪无，清溪就是泉州啊。泉州的一个官，是哦，啊，伊迄个时间是道光，哦，嘿，道光丙午，嘿，林马，林马有四号，四号就是伊是官夫人啊，啊，伊讲地位最好的人，哦，所以讲表示讲这个林建清，伊较早来遮开种田，也是开垦这个所在。应该是做了最好的，有赚钱，啊，佫有身份，有地位。无你看清朝时阵会使起这个房，起到安尼，无简单。你看，你甲看这其实就像参道，其实伊这内面咧起的用的迄种工法，拢日本式的，制作其实无简单，有只会补。在迄个时代，真正袂输咱即马行入去一个时代，透过咱的脚步，了解迄个时代的心跳呢吼。什么无输坐巴士，家己的 YouTube 爱记订阅、起赞、分享，还佫小铃铛佮拍开，叮咚叮咚，开落。